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，我的面包又要出炉了。看一下，看得清楚吗？好像很暗，对不对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面包要出炉喽。很美的颜色，今天有点暗迷摸的，因为今天是周五的夜晚。面包小师妹晚安，面包出炉咯，好美啊，金黄酥脆。哇，有点爆浆了，太美了，赶快来拯救他们。好的，等一下还有别的面包要出炉哦，先来拯救他们。拜咯，小师妹晚安。美妙的歌声当中，快递很棒吧，赶快来处理咯，拜拜。